See them shine in the eyes of a child. Hi, Happy Wednesday! 今天我们要来过圣诞节，然后在过圣诞节之前呢，我想要讲一下，这个是 Prada 送的，应该算是面包才对。它是长这样的蛋糕，哇，这个很重哎。中文叫做意大利面包，然后它这个的名字是意大利文叫 Benedone， 它这个不太像是一般的面包，它的做法比较算是酸种面包，它是一个很标志性米兰的一种食物，一种面包，一种甜点，因为大家在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拿出来吃，然后它也会搭配一些甘酪或 cheese 来一起吃。那今天我们就会来吃 Prada 的面包哦。Hi, Happy Wednesday! 今天我们要来 packing 就是 Daisy Co 跟 Damo Family 的礼盒，今天已经都 ready 好了。这个饼干看了就很想吃，这团体战感觉太可爱了吧。这个是圣诞树，上面有一个小卡，这都是新鲜的雪松扁薄卡，然后饼干的是这一张卡，这一张就是有成分啊、制造日期啊、保存方式啊，上面都有。现在我要放钥匙圈，那我现在就随便放一个。你们觉得要放哪个颜色？大家觉得放好绿色，哪个绿色？这个，这个。好。Let's bake Christmas cake。嚯嚯嚯！它好像九把哦。他们蛋糕之前就长这样啊。对啊，真的蛮像的。超薄。对啊，超像的。这个是这个大概6000 K。新买的灯，它可以切换。这是中间，对，三段。三段。好好看哦。